前阵子有许多事要忙，以至于27项例行公事的将祷告文读完，为此常向天父认罪悔改。天父教导我调整心态及时间，并为先生祷告。我改变了，先生减少了许多的负面情绪与话语。在27次后，也会为得获财祷告。天父让我的老板竟愿意结算旧制的退休金，超乎我所求所想。感谢赞美主。